力聊天没对象，怒骂老公想放生。刚嫁到台中去，但是我台中是没有朋友。在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就跟你讲，可以安静一点，让我好好休息吗？然后我就跟他讲，老娘一整天都没讲话，不能聊个天哦。需要我们的电话。每周三、周四晚上10:15，请锁定《姐妹亮起来》。本节目由消费高手好关键 EX 冠名赞助播出。